我是刚刚列车的那8月12日5月30日，台北站和台北站，昨天 17:08，我拍的是42次号4:08，浙江花东银行台灯的，用3000行驶2000米，3005到皮蛋到台黄色带1000人机站号，在台北站关闭车门准备处理。好，拜拜。42，拜拜哦。好，谢谢各位，如果喜欢我们的马掌们，多多点我们的赞，支持我们在那个什么台北站，台北站已经顺利了，1:10，就这样，拜拜。